我好中意植物噶，青青绿绿，望落真系好舒服噶。不过前提咧，佢哋一定要健康。咁我哋人都一样啦，梗系要健康啦。不过而家新冠病毒咁多变种啦，个疫情都有一定嘅变数嘅。嗱，除咗注意个人嘅健康卫生之外咧，选用适当嘅消毒产品都系好重要嘅。嗱，我咧就会尽量选用以天然材料制成嘅消毒用品，咁就唔会损害个环境啦。Aquasane 系一款我信赖嘅天然原料消毒用品，佢嘅主要成分咧系砷。嗱，砷咧系人体必需嘅微量元素。如果将砷嘅火粒用纳米技术将佢微小化咧，得出嚟嘅纳米砷嘅表面积咧就大大咁增加，个活性亦都增强咗。殺菌能力咧亦都增加咗，咁所以就可以好短時間之內咧殺死99.99%嘅細菌同埋病毒啦。嗱，好多朋友試過啦 ，Aquasane 用喺一啲有輕微發炎或者敏感嘅皮膚咧，有一定嘅舒緩作用嘅。研究亦都顯示 Aquasane 係有護膚作用嘅。嗱 ，Aquasane 係通過咗美國嘅標準毒性測試，所以就算接觸到眼耳口鼻咧，都唔會對人體有害嘅。仲有啊 ，Aquasane 嘅生產廠房咧，係攞咗 GMP 同埋 ISO 9001認證嘅，大家可以放心使用。Aquasane 係用咗南太平洋海藻所提煉出嚟嘅砷，過程當中咧係完全冇添加任何人工嘅化學物，絕對唔會污染環境。選用 Aquasane， 你就係精明嘅消費者，因為一方面你可以好好保護自己，另一方面咧你又唔會破壞地球喎。可以為永續發展出一分力。Aquasane 嘅宗旨咧，就希望用大眾化嘅價錢將產品廣傳，咁啊多啲人可以受惠啦。嗱 ，Aquasane 嘅適用温度範圍好闊嘅，由室温到到家居雪櫃，以至-20度嘅雪房咧，一樣可以發揮到效用嘅。如果噴喺一啲唔會經常接觸到嘅物件啦 ，Aquasane 可以保持殺菌功能嘅有效時間係好長嘅。但係如果嗰樣嘢係經常接觸到或者抹嘅話啦，咁無可避免地咧，呢個殺菌效能就會隨住時間而降低啦。咁所以無論喺屋企又好，或者工作室都好啦，一啲經常接觸嘅物件，譬如門柄啦、書台啦、電腦鍵盤啦。或者工作台面都好啦，我哋建議每日咧就噴3-4次，嗱嗰個效能應該唔錯嘅。除咗家居之外咧 ，Aquasane 係好適合用喺食物加工業、超市同埋經常有小朋友的地方，例如學校同埋班房等等。Aquasane 有輕便裝啦、家庭套裝啦、珍寶套裝啦，另外仲有幾款噴霧器。可以因應你的需要而選擇的，如果想知道多些就可以去 Aquasane 的網站，那裡有很多關於 Aquasane 的資訊，你都可以選購適合你的產品。